穿过这扇同语锁的大门，里面是一个未知的世界，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。白天，这里全是四面封闭的墙壁，据说只有晚上，那扇大门才会显现。所以我们晚上准备再来看一看，那扇青铜大门会不会再次出现。晚上见了。在这个月圆之夜，那扇青铜大门终于出现了。月圆了。这是一座古宅，建筑与装饰都很考究。现在是六月，但是我们进入之后还是有一丝丝的凉意。这一定是一个风水宝地，避暑的好地方。我们继续探索这座千年的古城，还有很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。